天父，我们带着感恩敬畏的心，
然闭上眼睛，我来读一段圣经，各位来听。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让我们以圣洁为装饰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用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等候仰望你。主啊，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你是祭血的神，你是那位配得我们将一切能力荣耀尊贵都归给你的神。我们向你来感恩，因为圣洁要归给你。圣洁我的神啊，圣洁归于你。洁净遮盖我们，好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无瑕无疵的来到神面前，以圣洁为装饰。好吧，我们开始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预备祷告，让神的灵、神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来洗净遮盖我们，引导我们一起开始来祷告。哈利路亚。圣洁的神啊。
祷告，求圣灵的神今天早上来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整个会堂充满主的灵，充满着主的荣耀，充满主在各全地。当我们称颂赞美他的时候，他得到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让主的荣耀充满在当中，让圣灵他尊贵荣耀的宝座。一起开声来祷告，那无论我们在敬拜当中，无论讲到，无论教课，主啊，都因为有主的荣耀，每个人得到帮助恩典。一起开声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来到你面前，向你来感恩。当我们圣洁的神充满这个荣耀在当中的时候，主你在我们当中来做主和做王。主我在你面前说，谢谢你今天早上愿意接纳我们在你面前，因为我们圣洁的装饰，用颤抖的心在你面前来敬畏。谢谢你，谢谢你。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自己，来领受纪念主的救恩。开声来祷告，让圣餐的礼拜一起到我们怀在主的面前建立。阿门。嘎哒哒哒，是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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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的老师来祷告，让他们传讲神的话语，在每一个大人小孩的心灵当中成为坚固的力量，成为新的种子，将来会发芽长大。我们开圣为牧师以及所有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来祷告，让今天早上神的话语遍满全地。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耶稣。我们继续为我们整个台湾来祷告。我们整个在疫情环境当中，好像我们守住了，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潜伏的病毒在我们当中。我们恳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面对整个环境越来越恶劣，外部内部的环境也越来越恶劣，经济等等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浮现在我们当中。我们恳求主施恩，格外的是让这个地的百姓，他们明知能够知道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归向神，万民都要来敬拜他。因此我们为整个台湾整个疫情整个经济整个地整个人民的心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天父，我在你面前向你来仰望。当我们进入一个后疫情的时代，我们面对整个环境，世界全球仍然疫情仍然肆虐，仍然许多人在病痛苦当中。当然我们面对的不整个面对我们整个大环境当中，无论外部内部的环境，我们看见整个经济整个困难，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向你仰望。因此我在你面前说，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祷告，谢谢你在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献上我们心中所求，愿你来悦纳。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也在我们当中来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接受，让我们来实践，引导我们继续预备我们的心，等候在你面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早安。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早安。好，如果你有看带状性节目，不管人家制作的短片，或者是通常主持人都会问了后说，哎，你今天好吗？你今天过得好吗？你要不要问一下后面的或前面的弟兄姐妹，你问他一下，你今天好吗？你过得好吗？我们给一点时间大家彼此稍微问他一下，你可以不要握手没有关系，我们彼此走动问他一下，彼此走动大家问一下，问他一下。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到神的祭坛，妈妈很好，到神的祭坛这首诗歌，彼此来问安，彼此来问候，说你今天好吗？一同起立，到神的祭坛彼此问安，问他今天好吗？我要看清这首
你刚刚有跟一些弟兄姐妹问安，有没有很久不见的？有没有？慧春老师就很久不见了哈。还有没有？有没有今天新来？你有跟他问安的？大家当问起说你今天过得好吗？或许你会跟我说：“哎，这个礼拜过得，今天过得不太好，这个礼拜过得还可以。”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看我们的每一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之后，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那在上个礼拜，我们在端午节的假期，我跟明芳到了苗栗头屋恩普会那边探望我们熟悉的刘志宏传道。那为什么去探望他？因为我们这个花季没有去看薰衣草，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在他在四月七号的时候，因为脑干出血大中风。当我们去探望他，我们想说，本来很早就想要去探望他，但因为疫情不能够去医院探望，所以等大家出院，到了六月二十几号的时候，我们才去探望他。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大中风、脑干出血、大中风的概念是什么哈？我们基本上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当你脑干出血、大中风的时候，有90%会死亡，剩下10%就是植物人。就是你活过来就是植物人，大家懂那意思吧？啊，大家应该亲友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人，是这样子的状态。那我们俗话闽南语讲说，那个叫做等大掉，哎，大中风就是等大掉，那个几乎是存活几率很低哈。当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已经出院回家。大家讲说，哎，大中风出院回家什么形态哈？那我先描述他，就跟我们描述他的状况，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四月七号早上他起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花季，所以他很忙，每天都很晚睡。可是他身体一向不错，他没有三高的问题，没有三高的问题，他一向身体都很好，尤其在做农事。那可是四月七号早上一早起来的时候，他发觉他里面的那一口气不见了。大家去体会哈。你那一口气就是原来神在我们里面吹的那一口气，那个灵不见了。他那时候心里就觉得说他应该是中风了，他就跟他的太太静怡师母讲说我中风了。所以他们后来就去医院，他们最近的医院是苗栗属地苗栗医院，他们去医院，在医院送去医院的过程就开始意识开始模糊，讲话不清楚。到了医院的时候还有跟医生来对话，后来他就昏迷了。后来他就昏迷了。那他脑干主要出血是在后脑的部分，所以他的脑里面是充满了血，所以他实际上是没办法开刀取出。那当他昏迷之后，就进入所谓的观察期，到底有没有机会存活。那刚刚讲说 90% 会死亡，10% 会变植物人。在那个晚上，主治医师跟静怡师母说什么？跟大家谈器官捐赠。那这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懂哈，就是要走了。要走了这个状态，你觉得静怡师母会什么样的心态？我不知道你家里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想？突然间一个健康的配偶突然间发生这个问题。然后医生晚上跟他讲要器官捐赠，金师傅形容他很像电视剧演的里面的人一样，又哭又笑。我不晓得当你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当你每天问候你身边的人说你今天过得好吗？然后你问遇到这个问题，你心里会怎么想？在这种传道跟我们分享当中，他提到说隔天的时候，他的脑底的意思就是他到了天堂，他已经到天神那里去了，所以他心里就想到他已经见到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南方传道，他就一直想要睁开眼睛看南方传道在不在他的看到视线范围里面。他说如果没看到南方传道，希望看到耶稣。可是他心里有脑筋转了很多的事情，就是那我现在妻子怎么办？没想到眼睛很用力睁开之后，看到的是护士小姐。他那天早上就跟护士小姐说：“
因为后来慢慢话就可以开始讲的时候，很用力的讲的时候，这个护士讲就是讲说，请你跟我的太太讲哈，请她带我的圣经跟我的枕头来。昨天晚上医生说要谈器官见证，他隔天早上醒过来。但是大中风的人后续是整个人是瘫痪的，就是你的人整个身体是瘫痪的。三四天以后他就到了普通病房，他从加护病房到普通病房开始他的复健之路。我细节我就不再谈，因为他九月份回来到当中跟我问候，跟我们见证他的事情。我只讲一个他身体状况给大家听哈，也知道神是多么奇妙，多么爱我们，怜悯我们。我们如果现在比较年轻一辈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训练的运动叫做体适能活动，大家知道哈，就是你要到一个台阶上面走上走下，现在可以做40个，现在也可以做到40个，在走上走下不停，可以做40个。然后他每天早上到他们家，他的母校头屋国小去运动场去运动。你觉得我们的神是怎么看待我们？你觉得你的每一天过得比别人不幸福吗？不，我们一定比别人过得幸福，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眷顾我们的身体。在出埃及记当中，当这个14章前，耶和华神把法老的军兵投到海里之后，摩西做了一首歌来称颂神。他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拯救，是我的一切的时候，那个新歌在将来在天上启示录也提到，我们还要唱，我们还要唱这首诗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是我的一切的时候。我来读一段诗篇97篇，因为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环境是如此的恶劣，但是我们每天可以有一口气可以呼吸，就是神的恩典。我读诗篇96篇1到4节，各位来听。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列邦中
力量，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盾牌，是我的一切。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遇见你，谢谢你救赎了我们，让我们生命有盼望，每一天都来依靠你。我们用信心来宣告。是我
你心中有什么感动？你觉得你耶稣，我们的耶稣是你唯一的爱慕吗？还是我仍然眷恋世上眼睛情欲所接触的东西呢？让我们神在神的面前安静预备我们的心，因为圣洁的神他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用默祷，用灵歌，用方言，用开声的祷告来敬拜他。因为他是天地的神，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敬畏敬拜，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因为圣洁归给我们的神，圣洁归给在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圣洁归你。
稣，这是我们的诗歌，也是我们最深的祷告。主啊，使我们在你的殿中与你相遇，更让我们在你的殿中享受那爱的团契。主啊，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愿你照着你的应许在我们中间设立你施恩的宝座。主啊，我们更邀请你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啊，今天早晨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带着一个最深的期待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望在这里再次的与你相遇，我们渴望在这里能够浸泡在你的恩典里头。主啊，我们更渴望借着统领这杯这饼，让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力量的泉源。愿今天早晨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凡来到你面前诚心求告主的，主啊，你便与他们相近，并且再一次的住在他们的里面。愿今天早晨你亲自祝福这饼这杯，使我们在吃喝这饼杯的时候享受到你自己爱的同在。主啊，更愿你借着这饼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同有一位为我们舍命的主。愿你的宝血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愿你自己的身体成为我们每一天所需要那属灵恩典的泉源。谢谢你，愿那我们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